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大家来参加我们渡邊浩教授系列讲的第三场演讲。那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儒家与革命，但是它场景是在日本。那么我想这两个主题也许我们对这个名词都不陌生，特别在近代中国里面，这两个往往是对立的名词。因为儒家可能是被视为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但相对而言的话，我们对日本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那正如我们的系列主题所讲的，这是一场思想史的冒险之旅。那很高兴今天渡邊浩教授要带领我们到日本这个场景，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那么这两个词的关系性。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那个校长特别抽空前来，那我们就先请校长，我们大家长李校长想讲几句话，谢谢。渡邊教授还有杨主任，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还有线上所有的前辈先进还有同学，大家午安。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渡邊教授的这个演讲，应该要更早来的，最近比较忙一点，所以没有办法在第一场的时候就来参加渡邊教授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系列演讲的开幕。我想学校成立这个这个汉学国际汉学讲座，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主要的用意应该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讲座的成立，让更多的学者有兴趣于做国际汉学的学者，可以聚焦，更加的聚焦，也可以来到政大来讲学或者是做研究。那过去这几届的这个讲座举办下来，已经有相当多的国际汉学的学者到政大来，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同学接受这个奖学金的补助，从事汉学的研究。最近在有些国际排行，虽然说我们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就是以国际的排行排名当成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很有趣的是说，政大在所有的那个领域里面，其中一个进入到50名之内的这个领域是在我们的古典文学跟古典历史这个领域，就可见说，我们聚焦在古典文学或者是这个国际汉学这个领域，对政大来讲是一个我们可以发挥的特色。那这几年来，可能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汉学研究的重心慢慢也从大陆移到台湾来。我想这个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更多的国际汉学的学者可以有机会造访台湾甚至到政大来做讲学的或者是做研究。今天很高兴请到渡邊教授，我想渡邊教授在之前这个杨主任应该也有介绍过，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多闻，就在我们日本东京大学任教退休，然后是我们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专家，也精通多国的语言。今天这个题目更是有趣，是在介绍明治维新跟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我想他是一个除了欧日之间的比较研究之外，也是东亚的比较研究的一个开创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嘛。我想这个非常感谢渡邊教授的莅临希望这个在您这个停留的这个3个多礼拜的时间可以感受到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学术的氛围，也有机会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可以多多的交流。我再次代表学校感谢渡邊教授今天的莅临，也谢谢大家，谢谢。小小的仪式，我们请校长颁发聘书给渡邊教授。好，那接下来就我们让渡邊浩教授进行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今天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 Q&A 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又请到了就是今天台史所的这个周俊宇教授帮我们的忙。那同时我也提醒各位同学，就是说如果待会你要发问的时候，你可以用中文，然后我们周俊宇教授会有协助我们，或者你可以直接用英文问你，因为刚刚提到的杜平浩教授的这个多国语言的能力非常非常流利，所以你可以用直接英文问答。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杜平浩教授。谢谢，大家好。那么让我开始今天的我的演讲的题目是《儒家思想与革命》，以日本为例。第一 ，Revolution 与革命。Hannah Arendt Hannah Arendt 在他著名的《On Revolution》革命论一书当中称，在法国革命发生之前 ，Revolution 一词的含义是公转或公转一周后恢复到起初的状态。Nicolaus Copernicus 的《Th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论天敌的公转中的 Revolutionibus 就是这一含义。而在法国革命之后 ，revolution 一词的含义突然变成了政治及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然而，Arendt 的这一论述并不符合事实。对于查理一世的主角、查理二世的完整复古、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夺取王位的这三桩事件，当时的英国人就都已经以 revolution 一词来称呼了。请看您的材料 Tim Harris 他的论文，这些用法恐怕不能都理解为恢复到起初的状态吧。此外，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已经有关于英国的几次 revolution 的历史书出版，并且还被广泛阅读，比如Histoire de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Histoire de Dernière Révolution d'Angleterre。而在法国革命以前的英国就已经有以下这样的用法。I quote from the book by Professor Confucian. Witnessing in 1788 the transfer of mechanized production from one textile industry to another, Arthur Young remarked simply, a revolution is making.An onlooker in 1767 wrote excitedly that there never was a more astonishing revolution accomplished in the internal system of any country than has been done within the compass of a few years. 可见在十八世纪时，人们已经普遍用 revolution 一词来指称急剧的社会变化了。而今日的东亚各国所用的革命、革命一词，正是 revolution 这一西洋近代语汇的翻译。众所周知，革命一词本来指的是授予天子的天命被转授给了别人。这一含义的革命，如果不是透过禅让，而是透过方法实现，那就自然隐含着对于暴力的行使。透过方法实现的顽皂更替，往往不仅意味着当权者的更替，更时常伴随着政府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看，革命似乎确实是对于 revolution 这一西洋近代词汇的最佳汉语翻译。
事实上，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为了打倒金朝，孙中山在1905年创立并任总理的团体就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此后清朝在1911年灭亡，尽管这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替，却依旧被称为了革命。这应当是融合了革命一词的传统含义和它作为翻译词的含义吧。再往后1949年共产党建党被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这般革命的传统含义便渐渐为人所淡忘。话说过来，日本也曾在1867年到1889年间发生过巨大的变革。在此期间，稳定地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政治体制被根本性地取代了。独专家的当局作为武士的领袖，也从将军所施行的统治变成了以天皇为主权者，而政府整体直属之下的体制。另一方面，世袭的地方领主所谓大名统治各地的封权体制，则演变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由东京的政府向各地派遣具有一定任期的知识。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此前以世袭为基本原则的身份制度，主要的身份包括武士身份、听人身份和百姓身份，被废止。所有的法律与预算都需要经过议会，议会当中的众议员经选举产生的那个议会的审议与决议。形式上而言，议会的决定均需得到天皇的批准，然而天皇总未不批准过议会的决定。此外，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学问的制度与内容、语言，包括语言的文体与词汇、服装与发型，甚至包括立法以及祭祀法，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发生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激烈而不可逆转的大变革。为了破坏旧体制，暴力被投入使用，日本一时陷入了内战状态。两次大规模内战的死者合计达到了约32000人。这个变革恐怕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了。这次变革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台湾、朝鲜和中国。若我们考虑到透过这次变革而形成的国家，未来将和中国、俄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交战的话，那这次变革在世界历史层面上来看，也是一次重大的事件。这次变革难道不正是 revolution 吗？法国革命虽然废除了身份制度，
实现了中央集权，然而后来却发生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与此相比，日本的变革应当说是一次更为彻底的 revolution。顺带一提，就最近的各册，1874年时，日本的总人口是3451万6000人，这即便与当时的欧洲诸国相比，也算是庞大的人口。经验经历的这次变革的英国外交官 Ernest Sutter 把这次变革称为 The Revolution of 1868， 并把随后的内战称为 The War of the Revolution。 既有近年美国的很有名的日本史学者 Marius Johnson 和 Andrew Gordon 所著的日本史教科书也将这次变革称为 Revolution in their books。 然而一般而言，日本并不认为这次大变革是 Revolution 革命，日本的历史学者也并不称呼它为 revolution 革命。在日语中，这次变革被称为 Meiji 一新，明治维新。Meiji 明治是1868年到1912年间的元号，维新则建于数十几亿的大学。过去一直仅仅被当作改革的含义来使用，而英语则一般称呼这次变革为 The Meiji Restoration。 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新政府的当权者们并不想称呼这次变革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从新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次政治变革并非朝代的更替。德川将军本来并不是主权者，而古往今来始终只是主权者天皇的一介臣下而已。因此，天皇从将军手中收回了实权，实现了所谓的完整复古 restoration。 以上是对于这次政治变革的官方展示。被授予天命的主题既然并未发生变化，自然也就称不上革命。此后以下的历史展示便流行于学校教育当中。天皇家的当局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列岛唯一借正统的主权者，也就是说，日本自古以来从未发生过革命。不过，虽说实现了完整复古，但天皇并没有亲自进行统治。从这点来看，明治天皇和他同时代的德国国王 Wilhelm 等人完全不同。但另一方面，通过宣扬唯有天皇才是正统的君主，而新政府正符合这一君主应有的样态，新政府得以实现国民 Nation 的形成与统合。正因为如此，新政府的当权者们绝无法说发生了儒学意义上的革命。事至今日 The Meiji Restoration 这一名称依旧在使得英语世界的人们对明治维新的实际产生误会。
第二个原因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这次变革是真正意义上的 revolution。从192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论者的主流认为，这次变革虽然实现了某种近代，但不能被称为以封建体制到真的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在独专时代末期，很难说很强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形成，而且明治时代也能以说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你说，这次一次导致半封建的绝对主义政权建立的变革。另一方面，不少历史学者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却在解释日本史时，将欧洲史作为人类的阶段式进步的典型。因此，从儒家时代进入到明治时代的这一变革，依旧难被评价为如法国大革命一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它又明显不是俄国革命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且又同时与废除皇帝专制的中国辛亥革命不同。也就是说，从政府到民间，从左派到右派，尽管理由各不相同，然而大家再不将这次变革称为革命，而称为日本独特的维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个称呼因此也被全社会广泛接受，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这次变革，即便是它的主导者，也没有使用儒家思想当中的革命一词来指证。尽管如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这次变革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我接下来将要谈到的那样，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变革正是由儒家思想所引发的 revolution。 那么第二，独专体制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这或许是因为在历代中华王朝和李氏朝鲜，儒家思想和政治体制合为一体，并在维持体制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吧。此外，在中国，儒家思想曾被用以支持过慈禧清朝覆亡的讨论。在其后吸收西洋文明的变革过程当中，它还被视为应当打倒的落后产物，就如同打倒孔家店这句标语所表现的那样。然而，我认为儒教本质上并不是保守，皆一味维持现状的。儒教要求社会和政治必须要符合道，并且作为君、亲、臣、子、夫、妻各个人要各自恰当地发挥他们各自的角色。因此，当社会和政治的现状基本符合道时，儒教确实会要求固守现状，每个人致力于修身。
在这个意义上，儒教确实会倾向于保守。然而，当如今的君、武士、道乃是当道或理不行于天下或国内时，信奉儒学的人们应当如何行动？这是儒学在起初就已经意识到了的问题。孔子自身就反复谈到当帮有道和无道时，各自应当如何应对。此外，据说孔子还曾说，夫子吾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学与，天下有道，就不与义也。这里的所谓义，被理解为是变义，也就是改革的意思。儒家信奉儒学，因而他们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所处的邦，也是大有可能的。基督教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例如在18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政治权力与教会相结合，神职人员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在这一状态下，基督教可以说是维护现状的。因此，到了18世纪末，政治变革和教会的迫害便同时发生。然而，当基督教是少数派，并且神职人员受到政治权力的敌视乃是迫害时，基督教徒便有可能转而致力于改变现状，基督教也就可能被视为危险的言说。在19世纪的日本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也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即将变革的。然而，当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成为体制的认同思想之后，它自然就成为一种顽固和保守的思想。正如苏联末期的情况那样。话说回来，在德庄时代的日本，儒学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这两者都无法实现一体化，而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第一个原因是德庄日本的统治并非是由学习儒学的 scholar official， 而是由 warrior official 来进行的。在当时，日本的政府不管是中央、江户，也现在的东京，还是地方武士的组织及军队，直接地就发挥了政府的职能。将就的军队构成了政府，作为其城下的大名，也就是世袭的地方领主的所拥有军队，也构成了政府。即便是位处于武士的全国组织之顶端的将军，说到底也还是武士。在1615年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间，除了1637到38年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反抗史外，儒教日本从未在国内外大规模兴起过武力，非常和平的状况。然而，
为了维持防范随时到来的经济时代这一门面，武士们还是得以世世代代继承。所以像应当引入科举，建立由拥有儒学素养的男性构成的政府，这样的主张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公开明确地提出这种主张的话，就会构成对当时的政治体制的直接挑战。于是被认为与医生一样拥有着某种特殊技能的儒家们，便主张说武士也要拥有作为统治者的自觉，致力于学问与修身。这是一种思想层面、道德层面上的妥协。尽管如此，这里依旧是有危险的要素存在。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层面上应当效忠的对象存在暧昧之处。将军并不是天子，将军从没有声称自己接受了天命而自称天子，也从未建设过天坛来祭天。另一方面，京都最著作自古代以来就被通称为天子的天皇。天皇小小的宫廷并不掌握政治的实权，而是取于将军所领导的政府的细密管控之下。不过天皇被一种家系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贵子们自拥有，得以保持一种带有神秘性的权威。对于思想的一贯性缺乏关心而关注更注重实务的儒家政权，一直没有尝试解释这一天子与祖先究竟是什么关系，而是将这个问题暧昧地放在一边。一部分儒者并不能满足于这种状态，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明确日本的忠是哪一方的话，忠的对象也将变得暧昧。这些儒者们有时以中国的国家体制作为样板，尝试去说明天皇与将军的关系，其中逐渐产生眼线的一种说明方式是京都的天皇才是当今日本真正的君主，将军是天皇的臣，是受了天皇的委任而负责世袭统治的。一方是在16世纪长期持续的全国性内乱中，通过武力成为全国统治者的独尊将军；另一方面则是自古代以来延续至今的天皇。这种说明方式可以说巧妙地说明且正当化了这两者的相互并存的状态。然而独尊将军所代表的政府对天皇的宫廷进行着严厉的管控，且对包括天皇的继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决定都加以干涉，并要求自身的批准。这种实际状态和方才的说明方式明显存在距离。若是注意到了这个距离，自然就会产生
对于儒庄教父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说明方式也在向儒士们暗示说，当天皇和将军发生对立的时候，儒士们应当要服从天皇一则，以至于在大明人当中出现他们真正的君不是将军而是天皇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说明方式也在政治层面上是拥很久危险的要死的。第三个原因是化和仪的问题。他和朝鲜国王或琉球国王不同，儒庄将军并没有向明朝或清朝派遣朝贡使节，儒庄将军并不是由中国的王朝所册封的国王。儒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仅限于以下两点。第一，允许中国商人的船短时间访问长崎、长崎，并在严格的管理之下开展贸易。第二，当中国船因为台风等原因漂流到日本列岛时，将漂流人经长崎送还中国。而且由于方程秀吉侵略朝鲜时，日本的武士们有过和明朝军队交战的历史记忆，中国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军事威胁。为此，在接受儒学时，日本人若要承认明朝或清朝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华，并不承认日本乃是夷狄的话，显然就存在心理障碍。然而日本人又同时明白，中国作为诞生了空蒙的国家，文化昌盛，且产生了无数的书籍，汉字祖先就是来自中国，这一点当然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大部分日本人的态度便是在面对中国时，在文化层面上同时抱有一种自卑感和对抗意识。此外，1640年以后，本应是中国的土地，却被本应是夷狄的满洲人所统治的这一事实，也让日本人对Cut 更增添了一种蔑视的情绪。顺带一提，对于清朝，朝鲜逐渐展现了另一种看法。受到夷狄的击败后，男性都将头顶前半的头发剃去了。剃去的中华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华，维护且实现了真正的文明的，乃是当今的朝鲜，也即他们认为朝鲜国是朝中华，既有实际上在向北京进行的朝贡。朝鲜则解释说，这是照顾到 power politics 而不得不进行的外交政策而已。如果能够向朝鲜国的两邦那样想的话，那日本人或许也能满足他们的民族情感吧。然而
像将有五系统记的日本采写儒学意义上真正的中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日本，冷姓门的发型是将头顶前部的头发剃去，有些和辫子相似。而对于孔子所要求的天下的通商，也即为了父母亲所服的三年三期，日本人当中连形式上稍加遵守的人都几乎没有，只有将道具体化了的行为规范，例如文公家里所规定的礼，日本人当中几乎找不到加以实践的人。因此，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对抗意识可谓五味杂陈。有一种主张是，中国虽然在文的方面值得骄傲，但日本在武的方面却更上一筹。这是从日本不是有文人，而是有武系统治的这一现状出发的。此外，还有一种主张称，与文相比治更为重要，而日本正是在这方面更为优秀。这是因为孔子虽然曾说日生文则也，文生智则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他似乎还同时认为质朴要比过度的文饰更好，素朴胜于精致，朴实胜于伪善。这也是过去的德国人在面对法国人，经历的俄罗斯人在面对西欧人时会表露出来的对 naive 的推崇 naivism。 然而将有文相对的无或智引以为傲，实际上依旧相当于在面对文兴盛的中华时承认自己是野的夷狄而已。在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面对中国时占有绝对优秀的吗？这一点尤其在能够阅读汉文学习儒学的日本人当中成为了知识层面以及情感层面上的潜在诉求。尽管如此，即便是在以上这种状况当中，儒学依旧在独尊日本渐渐地得到接受并且发生变化，它在知识以及思想层面，而不是在习俗层面，逐渐渗透到了社会当中。以军人为傲的武士们，本来对于阅读与外语写成的书籍，并将当中的道理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和工作当中去，这样的一种态度是有种很强的反感的。然而在十八世纪时，既然处在统治者的角色上，那就应当学习修己治人之道的这样一种主张，开始逐渐在武士当中扩散开来。此外，十几世纪时，商品经济尤其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时间和财产方面拥有有余的听人开始增加，在百姓身份当中
拥有比较广阔的天地，亦或者通过经营、酿酒、贷款等富有起来的人也开始出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儒学产生了兴趣，并不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只是单纯的基于知识性或道德性的关怀来自发学习儒学的庶民也开始增加。回应这些需求的就是作为专业人士的儒者们，他们虽然出自种种不同的身份，但都因为某些原因而能够阅读汉文，并通过作为专业人士向人们教授儒学来维持生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通过侍奉将军或大名来获取俸禄，借以维持生活，而大多数人则是作为听儒者，在家中讲课，通过收取学费来生活。所谓儒医，也即同时从医的，儒家也不少。若不是这样，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比较贫困。部分儒家有自己的著作，并且得到刊行，其中也有严厉批评儒之学，并针对《论语》等建构出一套完整而独特的阐释体系者。他们就是一等人哉和嫡生出来的人。当时的日本没有科举，政治权力也并不立足于儒学，因此不管如何激烈地批判儒子学，也不会发生政治性的问题。即便是像所谓国学派那样在旧作中痛骂儒学整体，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此这般包括儒者和反儒学者在内，相互阅读评价对方著作的 Republic of Letters 薄薄地覆盖到了全国。此外，从18世纪中叶开始，大明为了让家臣们学习儒学而设计的学校也如此渐增多。在1715年前，只有十个大名，至少涉及了某种教授儒学的社区。到了1788年时，有78大名；到1867年时，则有215大名这么做。顺带一提，169年时的大名总数是276家。与此同时，孔子庙也在各地得到修建。如此这般，19世纪中叶，只要是武士，便多少能够读一些汉文，且多少熟悉儒学。这样一种共识就逐渐形成了起来。然而，以上的种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儒学系的理在社会中得到了实践。正理一般都是由佛教僧侣来主宰，目的一般也是在佛教思想以内。在日本，儒学者的目的大多数是在思想。此外，为了父母亲而服3年
商被认为是十分奇异的行为。一般来说，服丧都不会超过50天。和当时的中国、朝鲜亦或者是欧洲不同，卢庄日本的离婚率极高，女性也经常再三的结婚、离婚、再结婚。也就是说，新娘即便有性经验，也完全不存在问题。具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规矩，也是以武士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日本独有的内容。1948年，朝鲜国王所派遣的使节团访问蒋护协，其中一位成员曾如此评价日本人：不仅礼节之为和事，而正位之分，勤笃之行，素喜相染，素端无常，诚无可论，像鸟兽差不多一样的。礼在日本确实是没有得到实践。尽管如此，就连贫苦的庶民也都熟悉忠、孝、节义等儒学的德目，而在政治性的讨论当中，仁、义、礼、公、私、道理、公道等来自儒学的词汇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与卢庄时代初期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治和社会制度虽然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这个制度当中，去讨论政治和社会的有缘习惯则发生了变化。在政治发生爆炸性的变化之间，政治性的词汇和讨论方式首先发生了变化。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18世纪法国，讨论政治所用的词汇也渐渐产生了变化。卢庄日本以上现象和这有一些相似。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国王没有得到一般使用的 despotism、patriotism、opinion publique、nation、citoyen 等词汇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使用这些词汇的 enlightenment 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同样，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是儒学的普及，那就是说儒家思想在日本在一些意义上相当于法国的 enlightenment。让我休息一下一分钟。
现在开始 Political Discourse 的变化。一、天皇，正如我先前说到的那样，对于天皇的宫廷和将军的政府这两者的共存状态，天皇把国政委任给了将军，这样一种解释渐渐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而这是一种在儒庄时代初期不存在的解释方式。追究起来的话，将军这个称号本来并不具有统治全国的权限。儒庄家的当主是在通过武力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之后，在形式上从天皇就的到了将军这个由武士及统领相称的称号。儒庄家的当主并不是在成为了将军之后才成为了全国的统治者的。事实上，虽然形式上大名等高级武士的称号是由天皇授予的，然而在1615年以后，具体给谁授予什么称号都是由儒庄政府决定，就连将军这一称号也是一样。尽管如此，随着儒学教养的渗透，认为天皇才是日本的主权者，绝必须向天皇表现敬意和尽忠的意识开始逐渐增强。其中一个原因是先前已经谈到的和中国的关系。只要学习儒学，自然就会了解化和夷的区别。日本不仅是东方的夷狄，还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文的方面达到的成就。然而却有这么一个点被认为是可以在面对中国时引以为傲的，那就是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由方法导致的革命。天皇的王朝得以一直存续。宋史传491外国传日本国记载到，公元984年时，北宋第二代皇帝的太宗曾与从日本诞皇的僧侣有过一下交流。上文其国王一信转寄，臣下皆士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头一耳，乃是作侠酒，其臣亦继续不绝，则盖古迹道也。”就可以被解释为中国的皇帝也羡慕日本天皇的王朝能够延续。当然，这则记载在日本也得到阅读，为人所知。尽管从儒学的标准来看，日本在种种制度、风俗、习惯方面都令人羞愧，然而日本没有王朝更替，总未受到过外族的侵略和占领，人民也自古以来延续不绝，这是日本可以在面向中国时引以为傲的地方。日本在这点上是了不起的国家。像这样的主张逐渐得到了支持。此外，随着儒学的渗透，所谓国学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他反对儒学的教育内容，否定儒学的普遍性，认为日本
即需要遵从日本的道就可以了。那些科学者们当然尤其热衷于强调这一点。如此这般，天皇在政治上没有力量，然而遵从天皇的风潮也即所谓尊王论开始抬头，天皇的权威由此逐渐提升。对于日本历史的儒学系的理解也促使武士们开始尊王。由文字所记录的日本史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代，由天皇政府统治的时代和那之后由儒家统治的时代。天皇的政府逐渐衰弱，而在地方上建立起势力的武士组织开始蚕食那些篡夺天皇政府的权限。刘禅政府的统治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终结果。若从儒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段日本史的话，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熟悉春秋，读过欧阳修的认同论和熟悉资治通鉴纲目的人，再看日本历史的史，会得出怎样的评价呢？其中一个有力的展示是魏久京都的天皇的宫廷相当于战国时代的周王朝，也就是王，而武士的丈夫则是霸。武士的丈夫本质是中队，因此从王霸级别的角度来说，这种解释也算自然。而独专家这一霸者应当服从并拥护王者。从这个阐释出发来看，天子既然是君，将军既然是臣，君和臣就必须各自表现出应有的样子，民和习是必须要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借助于与中国对抗的意识，以及从儒学的观点来解释日本史，这两个要素，尊王论开始出现，并得以增强。1948年，朝鲜通信使一行访问江户，其中一位成员对日本如此评价：其皇不为皇，见之权臣，权臣自以为知识君臣之分，而常有官白，官白就是将军的意思，官白即上国自治，先怀隐痛之计，愤然有一反战之意，而帝以江湖之尚无兵力能敌。可见十八世纪中叶时，在日本与许多儒家有过接触的朝鲜通信使就已经有这般认识了。进入十九世纪后，离独专研究家较近的水户独专家的武士中，这是将军家的亲戚，武士中出现的所谓水户学开始发挥影响力。水户独专家所编纂的大日本史，这是记载自第一代的神武天皇以来的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汉文写成的。这个大日本史和水户学者的各种著作流行于全国，这些书籍公然阐明
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君主，而将军作为他的前皇前下，受其委任而统治全国。对于他们这些儒专家的分家，也即随后儒专家的家臣们来说，这种证明可以明确并正当化将军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套可以保障其安泰的理论。然而，当天皇和将军围绕国战产生意见上的对立时，这套理论也能转而正当化那些反叛将军支持天皇的行为。事实上，围绕着是否应当和西洋各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这个论点，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呈现出来了。1860年，蒋行签署了日美修好东商条约的大佬，相当于将军的首相，锦衣直臂被剧中杀害。发动袭击的这些政治性恐怖分子的大多数人就都是随后的武士。在此之后，将军的丈夫的权威便急速下降，将军将国家的统治权归还给天皇大政奉还，政治权力因此透过挽救复古的形式发生移动。正如明治时代的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产生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是儒学。二，世袭身份制度。儒学的基本教义认为，修身而有德行的男性应当负责统治，而且孔子也说过有教无类。那么通过儒学的教义体察到德道上的这种应当负责统治的人，究竟应该怎样选拔才好呢？日本既没有先举遴选之法，也没有科举制度。在这种情形下，正如我谈到过的那样，认为既立于学问且学问优秀的男性应当位居高位，这样一种想法是危险的。在一个缺乏能力主义要素接种社会的顶点到庶民全部都以世袭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当中，有教无类是有可能又发出对于体制的不满和怨恨的。事实上，对于那些通过世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有无能无才的人们的轻蔑与奉恨，似乎确实有所积攒。那些从明治时代以后的表现来看，明显是极为有才的人们。如下回忆他们小时候的体验。首先是福泽谕吉，他出生在一个九州大名的下级武士家庭。这是福泽谕吉年轻的时候的作为武士的肖像的样子。请看窗。
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对于以下的事愤愤不平，世子之间存在着十分严格的门阀制度，其严格程度不仅体现在藩的公务上，就连经历自己的焦虑乃交际乃至孩子的交际，也都形成了高低贵贱之别。这是因为出身上级武士的小孩对于父子成长持一种傲慢的态度，要是现在和张我为你们这些人或什么的上级武士子弟去学校一起读书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我更胜一筹。福泽幼稚此后学会了荷兰语和英语，成为了能够代表明治日本的临终知识人。其次是色泽容易，色泽是江户孝久一个富有百姓家的男孩，从小开始学习儒学。四六七岁时，他代替父亲去拜见距离他们村的大名冈部氏岡部氏的官员。官员要求他除了普通的税之外，还要向大名缴纳大量钱财。四者没有立即回答，因此遭到了许多嘲笑。就说就是在这时，他开始感到幕府的统治并不好。作者同时还如下这样想：人理应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财物，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应该要根据觊觎嫌不孝来产生尊卑的区别。因此贤者为人所尊敬，不孝者为人所藐视，是必然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智力的人就都能明白这么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然而当今冈部的民主在征收额定的年功之后，还要乔立名目来搜刮金钱而不偿还，另外还要蔑视嘲弄他人，仿佛是要把借出去的东西要回来一样。试问哪里有这样子下命令的道理呢？据我看，这管理不管是语言还是动作，都绝对不是有学识的人。这样子的人之所以藐视他人，说到底都是因为在独专的政治体系下，官僚世代相系，弊政已经病入膏肓罢了。四则此后成为了在经济界能够代表明治日本的领袖人物，并被称为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一个农民家庭的十几岁的男孩学习儒学，而相信尊卑的差别要依据既有贤不孝的差别来决定。由此这个男孩开始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不满。三 civilization 文明开化。正当日本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过去没有学习的武士当中
能阅读一些汉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些，西洋列国变得富强，他们在全球展开活动，日本沿海也开始频繁出现西洋船只的踪影。对于这一点，日本人当然也说注意。根据儒学的教义，当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努力修身，人民的风俗得到改良时，国家自然就会得到治理，变得丰饶而繁荣。换言之，当一个国家得到良好治理且丰饶繁荣的时候，这多半被认为是以君主为首的为政府为政者努力修身，人民的风俗得到改良或改善的结果。对此，有一位大名就颇为不满地写道：喜欢南学的人们最心有西洋的事物，认为西洋在测量、立法、医学等方面比中国更为优秀，乃至认为他们的风俗也十分优良。事实上，在当时有不少传闻将西洋似乎比日本和中国都更为彻底地实现了儒学的道。请看那个第一个图片，这是明清时代初期的图画，日本人的想象上的文明国的样子。一、学校，例如曾经很有名的儒家颜古荡英如此写道：今关乎杨以术游于汉唐，而学技精详，有的于先王小学之异于。与此类似的管家还有许多，此类西洋观得以扩展的一个原因是耶稣会传教士 Julio Alain 用汉文写作的世界地理书极放外境。当然，这本书在描述欧洲时有一席的希望博得中国的儒学知识人的好感。例如一下这样的描述：欧罗巴诸国皆上文学，国王管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知识为妻，中学大学又选举行选学行最优绩师为师，相读多者计数万人，这有朱熹在《大学研究序》当中所描写的理想中的中国古代所有的学校制度相似，而日本的现状与此相比，可谓相差甚远。难道日本这样就可以了吗？此类疑问开始涌现。第二，人种。西洋人爱护他人，也即实现了仁这一点，也经常被人谈起。其中一个原因，依旧还是极方外境。该书有这样一段叙述：其爱人如己，故欧罗巴人就是施舍。千余年来，
未有阴贫又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爱人如己，即基督教徒的美德，却也和儒学的教义一致。而且西方外籍将欧洲到处都涉及有品院、幼院、病院等，也就是说，人不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心理层面，更已经化为了制度，得到了实现。这是令学过儒学的人内心难有所触动的叙述。事实上，以上这些西洋的设施仅仅在日本被提及，而日本就连中国的育婴堂这样的设施都没有。到了1866年，前到欧美旅行过三次的胡扎佑吉出版了《西洋世界》，这是一部卖出超过20万或25万部的畅销书。在这本书的开头，胡扎引述欧洲政治学家的说法，将文明的政治有六个要点，其中的第六个是使人民免除饥寒饥患，也就是设置病院、贫院来救济贫民。随后，胡扎介绍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西洋事物，如将契机、新闻（那是报纸的意思）、新闻、电报机、瓦斯灯并列的正式病院、贫院、雅院、盲院、癫院、痴儿院。正因为有着儒学系的道德观念，在儒专体制崩溃之前，相信欧洲比现在的日本及中国都更为优秀且仁政。在那里已经得到了实现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公从此之外，还有人指出，西洋的政治已经实现了公，即每个个人和个别的集团不是为了私的利益，而是为了公的目的，采取公的手段来做出政治性的决定。这种看法首先也是来自于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理书，究其背景，或许是西洋人为了获得中国机器人的好评而有意识地采用了儒学系的说明吧。例如魏以文的《海渡读记》就如此描述英国的政治：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就祭巴黎衙门，这是 parliament 的意思，公义乃行，民及纲文好事，这是 common house, house of commons, 共济之人。而对于美国则是如此描述：美里各国有督产机关，有各部落机关，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一女人员无定数，公选一席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党，为首领、副领及士人一席之所，事务大小必须各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先引允。一修十人中有六人合议，然后可行。本乡之
官由本乡居民选择会举，历以数年为一人，期满别选，如无显可待者，公举赴任。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有下。这本书修订版后来马上转入日本，并在154年出现了复刻版。此外，当年还出版了正木读美里各国总计合集，是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的日语翻译。我这次带来了这本书请传阅。书记有银海纪略，同样对于英国的议会有如下描述：卢展有工会所，内分两所，一为绝访，一为乡绅访。绝访者有爵位贵人及押书教师主持，乡绅访者由庶民对此有宰洗学术者主持，国有大事王右相相告绝访，注重公义，公义章以条例学起可否，副转告乡绅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对于美国政治，主修则特别附上了以下这段暗语：暗华盛顿一人也，其事有勇于甚广，歌主雄于曹刘，曹操和刘备，既已提三尺剑，该枪万里，乃不见魏号，不转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积于天下为公，亲近乎三代之一义。天下为公，亲近乎三代之一义。按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抚远万里，不下王后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绩复及公论，传古今未有之举，一何及也？正是以这些描述为根据，日本平凡有人指出，立足于公义公论的公正的政治，在西洋已经得到了实现。随后160年时，著名且一度对国政有巨大影响力的儒家亨景乔南，在评价西洋各国的政治时称，他们做到了公和仁，几乎可以说符合三代的纪教，符合三代的纪教。这可以说是一个宣言，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中华，在当今世界当中，西洋才是真的中华。逐渐拥有儒学素养的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因为相信尊王的正当性，渐渐开始蔑视江湖的丈夫，对于自己的利益较多而趋于保守的上级武士，他们开始进行批判，更进一步的，他们甚至开始要求言路公开，要求政治必须立足于
正义、公义、公论。这些下级武器最终将德专体制推向了崩溃。儒家们虽然不是革命家，然而他们的著作却不计何时使得儒家体制变质，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敬爱和畏惧动摇，并对身份制度思想怀疑。儒家的著作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使得他们向以西洋为模范的大改革的迈进。在日本发生的这次以西洋为模范的改革，并不是单纯的西洋化，也不是近代化，它一方面是一种企图实现唐有三代的那样的文明的改革、文明开化，同时它也是一种为了超越现实中的中国以及清朝而变得更为中华的改革。结果通过甲午中日战争等事件，这场改革引发了本来的中华自身的 revolution、辛亥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而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仍然在深刻地受到这一场明治 revolution 的影响。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渡邊浩教授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么我想今天渡邊浩教授的老师，那么可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也许有些熟悉但是听起来确实又非常新鲜的这样一个领域。也就是说，我想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儒家就是代表所谓的比较保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思想体系也好，那么可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面，特别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德川末期，那么在明治初期的时候却看起来发挥了非常一个积极改革的力量。也就是说儒家所标举的这种三代之治的古典理想，反而在这个时候积极发挥了批判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那也欢迎各位在座的老师同学们踊跃发言。那同样的，我再次提醒同学老师您发言也麻烦先表明一下您自己的姓名还有您的单位。那您可以选择用中文的发言，那我们会请我们的周俊老师帮忙协助，或者您可以直接用英语来问答。好，谢谢。各位与会来宾大家午安，我是政大台史所助理教授周俊云，我负责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提问的这个司仪。如同刚才杨老师所介绍的，就是今天渡邊老师为我们讲授的这个系列讲座，今天是第三场。那我想老师今天是先从这个革命这个观念开始谈起，然后就连接到这个儒家思想怎么样在日本这个寄售跟这个传播的过程。那刚才杨老师也介绍，就其实老师今天的讲授里面带了很多这个比较的观点，就是比如说近代日本中国观，那近代中国日本观，那么我自己是听的是津津有味这样哈。那接下来还有大概还有30分钟，那不知道有没有与会来宾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心得要跟老师交流的，那请举手。Thank you. Well,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attend to this lecture, and I have learned quite a lot. Could you speak a little louder? Oh, yeah. I have learned quite a lot from today's lecture. Thank you.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I would like to ask, but first I shall just ask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so far as I know,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hinese scholar called 朱舜水. I heard that he has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德川将军，好像是有一点
I heard that he has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幕府. I'm not sure if that was true, and how, according to your knowledge, did he exert any influence? Did he introduce some Confucian ideas or doctrines to the ruling class, and how it was received?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ccording to your viewpoint, Confucian ideas of meritocracy provide an inspiration for those in the lower class, an aspiration of rising up, and so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impetus. For their effort to overthrow the Dechuan system. But after they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the Western ideas of equality, and also the idea of socialism, and I think it seems to be logical for them to abandon the Confucian inspiration, because they are this Western idea of egalitarianism and socialist egalitarianism would fit more properly to their aspiration for pursuing a more equal society. So was that also the case in Japan? Or did but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ose who at first believed in the Confucian idea of meritocracy, did some of them still stick to that idea without abandoning it? I mean, although they learned more about egalitarianism from the West and also socialist egalitarianism, but they still think Confucianism, they didn't abandon it after they learn Western ideas. Could there be such case? Two questions. Okay. As for Zhu Shunshui, his name is well known, and he was a refugee from the last year of Ming Chao. 他的姓朱是和明朝皇室有关系啊，所以therefore he was respected, and his knowledge of Confucianism was well received. But it was 17th century, and not many Japanese could.Not many Japanese could read Han, Gudai Hanyu. So, therefore, although he is well known and his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but I don't think his influence as a thinker was not very big. But he was.Accepted by the 水浒家，卢庄家的水浒家，所以therefore this 水浒家became a kind of basis of to prevail Confucianism into Japanese society, and he became a kind of symbol of orthodox.Confucianism. He was protected by 水浒家 until his death. And at that time, the residence of 水浒家 in Jianghu was in today's.A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still, there is a big 好过的西碑石碑石碑石碑你说哦，朱熏水先生，朱熏水先生中焉之地啊，很大的西碑，现在在东京大学的校区内，As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yes, the idea of meritocracy in Confucianism worked for destroying Tokugawa regime. But it was the late 19th century, so it was a time of liberalism.In 欧洲美国 therefore socialism was not influential at all those people in the late 16th or 1870s knew nothing about socialism and Confucianism isnot just emphasize equality. If you study hard and became a virtuous, knowledgeable person, you should rule the people. So it justifies competition and justifies the effort to rise up the ladder. SoI should say that meritocracy has two meanings. First, basically people are equal. At the same time, better people, persons, best persons should become, get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is way, it justified the difference. 好，那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是心得？那发问时，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岗位跟大名，谢谢。你好，我是来自卓安文化的曲承恩。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的说法呢，令我想起这个美国社会学家这个 Robert Baylor， 他以前说过，就是研究里面曾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日本呢，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进入过这个儒释年代，所以说 Japan has never been actual. Japan was always archaic. 但是因为他在地理位置的优势方地理位置的问题上面，所以他经常他没有进入这个儒释时代，但是他可以永远都。得到那些 actual civilization 所带来的最好的好处。我有几个想法就是说在近代化这个民族维生的问题上面也是这样子哦，也是就是说它没有真的的近代化，它其实是一个儒教的改革，但是因为这样子它获得了某一种就是近代化文明所带来的成果。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原因日本可能明治维新的时候好好的，但是比如说大兴时代之后，可能它的近代化，但它本来不是近代化嘛，本来它是儒教的改革嘛，所以它日本要追求这个 modernization 近代化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政治上边的近代化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夸关的情况，所以说大正民主。不就十年左右就崩溃了，然后就是军国主义，然后就是太平洋战争，他们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那些东西。这一个就是说 ,it seems that, okay, in the aspect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Japan has failed, okay, compared with those earlier attempts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所以我想这是问一个问题，不知道老师觉得这是日本在这个民主化关系说这个政治改革上面卡关，这个儒教文明儒教的因素要负多少的责任？谢谢。开始让我用日文回答，他为我做翻译。日本の政治的近代化が失敗したかどうかは、まあ、定義の問題ですけれども、ただ、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な儒学の影響によって、1868年の段階で、すでに新しい政府は、晩期、公論に決する、すべてのことは根論によって決める。と宣言したわけですね。まあ、そこか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日本政治的近代化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问题。那老师的回答是，这个日本政治的现代化成功和失败，这是根据那个定义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样子。那不过呢，就是日本在这个1868年之后，就是各种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要事都是托付公论这样，对，交付给公论。そして実際に、1889年には憲法が作られて、1890年には選挙が行われて、それからは議会を中心とした政治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ですね。で、中間で15年ぐらい軍隊によって、政治が大きく歪められた時代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ともかく1890年以来、基本的にはずっと議会の中心の政治っていうのが行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ヨーロッパ、北アメリカ以外で、そういう国は世界中にほとんどないわけです。で中国には連民大病大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けど、あれが議会かどうかは私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が、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その議会を中心とする政治というのが早くに確立して、そのまま実際に行われてき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は、崑崙の政治というのが、やっぱり行われてき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いと。就是刚才老师是提到这个日本在1868年的时候，就是国家的政事都托付给公论。那之后在1889年啊，就公布宪法，然后接着实施选举，那就是成立议会这样。那这个过程当中，当有15年的期间，是因为是军队的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制度有受到一点的那个扭曲了啊，受到扭曲。那您刚才也提到受到一点扭曲，不过基本上。就是日本的这个政治，就是托付公论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是很早就形成了。那这样的一个制度，放眼那个时候，就除了这个北美或者欧洲之外，就其他的地方也看不到的。所以日本也算是很早就实施这个公论的。而且那是儒学的影响下的，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吧。而且是啊啊，请这位。Afternoon, Professor Watanabe. I'm a visiting a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Tokyo University. I have a short question for you.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lectures. So I wonder whether we can bring a third factor to this. This convers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which is science. Because you start your lecture by Copernicus revolution and also mentioned the Rengaku in this conversation. I wonder to what a degree that science as a kind of dynamic
factors for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evolutionary theory, that come into play with this Confucian, this convers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evolu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Japanese society. So you mentioned that you're presenting this very rich convers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revolution. But there's a kind of a third factor to the modernity of Japan, as well as the entire East Asia, which is science. And one key player were for the energiz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is Charles Darwin's 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 Evolution in China is benign in Japan. I just wonder because evolutionary theory before or after Darwin have this idea that living organisms have this capacity to change this very established order, this hierarchy of a society. It energized kind of meritocracy, what is so-called order of a society. I wonder what was the story in Jap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n Japan,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the only one Western country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It was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permitted to do trade in Nagasaki, Changi, in a small compound. They could do Maui. And because of that, Dutch books were also introduced into Japan. And some Japanese started to learn Dutch language. First, it started from medical science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is kind of thing did not happen in China or Korea because there is a culture institution. It is meaningless to study that kind of things. But sinc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in Japan, the scholars did their research, anything when they are interested. And some started to translate them into Japanese. So first, Dutch science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to Japan one by one. And so-called Lanshui became very popular before the Meiji Revolution. And they thought that what Westerners are doing is kind of Qionlin investigation of principle using Jutsu-shue. Vocabulary. And so first the general interest in Western science prevailed, and then Western gunboat came. So they also came interest in Western weaponry and other sciences. So that happened before the change of the regime. So it's not Darwin before that. And so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 And after Meiji Revolution, 1877,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was established. And it had
not only 法学部 but also 理学部、工学部。All these 学部系 are for introduc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science. So that way, and Japan, Japanese interest in Western sciences among the Japanese developed.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from what happened in China.看了一下时间，大概剩下三分钟左右，我们是不是在接受一个问题？还有没有要提问的？啊，嗯，Thank you, yeah, Professor Watanabe.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studied Western, modern Western thought, we also talked about revolution. And then later, when I also learned the Reformation, among one of the most, you know, discussed topics was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was introduced, you know, to describe the changing social and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 was a very hotted discussed topic because the reformer, the Protestants and the Catholics were all disputing that there was the real tradition. A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ey were all struggling to show that they were the real original, you know,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n listening to your talk, I started to think that indeed there seemed to be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or continuation between Reformation idea about what constitutes the truth and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the age of revolution their concern was also how we can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the state of truth. I'm just trying to fill the time. So, 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some sort of continuation between these two. Yeah. Thank you. I agree. Time is about the same. So, Professor,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end?非常谢谢渡邊浩教授今天非常辛苦的演出。那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还有三场的工作坊都会移师回到我们达金图书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演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